我先说一下，我把两个人的声音改了改。妈，我们回来了，好，快来吃饭吧。真好吃。我的饭呢？你还小，不能吃油腻的，我们给你准备了吃的。是啊。啊。我不管，我也要吃你们的饭。好好好，你吃了饭就别嚷嚷了。这才对吗？终于到了，怎么这么远啊？有人吗？谁啊？这么没素质。你是？我是邮递员，有你的信。啊，好的，是谁呀？卧槽，